春风渐暖，北京的早晨阳光格外明媚。根据昨天的计划，千玺和孙坚去往农场采摘草莓，准备为妈妈制作独特的草莓花。哇，今天天气很好哎。对，大太阳。一大早来摘草莓，你知道妈妈是很爱吃草莓是吗？对，以前就在这附近，老去那个采摘园摘草莓。哦，对，你以前住昌平是吧？对，就在这旁边。就在这旁边。其实你跟他送这束花也是那个最熟悉的味道，对吧？对，这个算小甜点吧。哎，我从来都没有摘过草莓，是吧？啊。这边是吧？中，嗯，不是吧？就是啊，有光啊，像不像？好像，对。摘吧。这个好淡，怎么挑大了？可以往里走，打的越多，是吗？对。哎，你看这个，这个好圆，好圆啊！标准的草莓，正蜜蜂哎。你别动它，我把你蛰了。你想试一下那个绿色小的什么味儿的？你吃过吗？你试一下，这个。这什么玩意儿？哪能吃得了？孙坚和千玺满载而归，为了更快更有效地呈现惊喜，众人分头行动。千玺、罗西去制作熟悉的味道，孙坚去取衣服，李勇则陪妈妈去公园踏青。早上好，早上好。你肯定接过不少的鲜花，但这鲜花你猜是什么花？你能猜出来吗？草莓花。哇，谢谢。来，上车，我今天带你去一个好地方。哇塞，好香哦！别人说我送给你的。是吗？嗯。这小孩也就是一岁多，不到两岁，差不多两岁吧。两岁啊，对。其实一家三口这样安安静静的逛公园，时间非常非常少。对。你不觉得这是一种缺憾吗？现在确实是缺憾。现在只能带着小弟弟逛了。对，现在只能是这样了。这小弟弟和这个千玺有什么相似的地方？他们俩的性格完全就是相反的。那这个小弟弟是完全是外向型，对，他跟千玺的性格就一个天上一个地上，就完全就是南辕北辙的那种。